稍等一下啊，我要来换账号了。现在我要登别的账号来点这个加八的武器。好，来寻找角色，请问是哪一只账号？80等吗？但我找不到账号等了，是80等吗？索隆吗？干那80等的账号竟然有植物杀小套药，真的哎，伦德双刀跟英雄内衣哎，这只是三小，好屌哦，好屌，这是账号干。哎，这个账号超屌哎！你他妈的80等的账号有英雄的光之力量皮夹克，来杀小霸龙魔。我是真的看不懂，然后也没有赚到我祭品101，好屌，这三小账号加八的黑啊，加八的。他发的英雄戒指，三小好屌、哦，看，好屌啊、哦！这三小、哦，他的乐趣是点装，是不是？他的乐趣是不是每次 TJ 拿出来点饰品，然后莫名其妙就点成这样？看，好屌哦！这个饰品是啥小？这饰品太屌了，我看一下这数值。哎、欸，加发英雄戒指，这不是开玩笑啊！这东西我这辈子没看过。昏迷抗性加9%，哇，看好屌哦！哇操，这神数值哎，这神数值哎！加八的黑尔，攻击力加6，哦，神数值哎，这个，英雄内衣，这个东西还能点吗？我看一下，那加八的耳环不能点了吗？他已经不能强化，你知道吗？加八已经顶了，不能点了，哦，不能点了哎。这个也不能点了，哇！这个加八的戒指也不能点上限，他点到上限了，他这个已经顶级了，顶级点到上限了，看太扯了。他今天我帮他点这两个东西，反正他点爆应该就是赎回了，我猜的。看他妈神杖哎、欸，神杖哎、欸，操！这个账号，我们现在点这个好了，这个也没什么祭品好弄，因为他也没有赚的，我自己寄个懒蛋了。加4的英雄光之皮夹克，这辈子我没有点过这种装备，这辈子我没有点过这种装备，太屌了。太屌了，我没有点过这个，这个真的这么好点吗？强化几率40%，干超好点的啦！哎、欸，加4的光之力量皮夹克4+540%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很难啊，好像没有很难，好像没有很难，好像没有很难。这个点过去就是变，我来看一下这个数值，好了，先看一下加4的数值，防御减4，昏迷抗性5%，魔防5%，你往上点近距离伤害跟命中会再1%，哦哟。昏迷抗性4%，变成5%。它本来数值是什么？认真看一下。哦呦，这数值很屌啊！防御减10，近距离伤害2%，力量2% ，PVP 近距离附加哦，它多了 PVP。昏抗5%，模仿7%，哦，很屌。4就很屌了。来点个加五，点个加五，很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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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一堆东西，很屌。来啊，直接点好不好？直接点，不啰嗦。来啊，点加五喽。这些字典，哦，来，这个账号怎么卖啊？我也还在想这个账号要怎么卖，这个账号怎么卖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这账号怎么卖？来看一下文样，文样一定没有到很好啦。他这个账号感觉就是拿来点装用的。来哦，5哦，5就精彩了，40%几率是蛮有机会的啊，40%。好来，到底加5的英雄皮夹克会不会诞生呢？啊！点到加五到底有多强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来，这个亮光，这个亮光，我就问聊天室的各位，是什么光？是什么光？这一道亮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道亮光？聊天室请回答，聊天室请回答，聊天室20000个观众请回答。你有色盲才会觉得这是绿光，有色盲的。好，我再讲一次，自信之光，快接近了，快接近了，没有错，快接近了，不是绿光，也不是输光光，闭嘴。公布答案，这是加5的闪光，加5英雄皮夹克的闪光，准备来了，加5英雄皮夹克，自信之点，开，加，
哎呀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啊，这个，啊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用祝福点好了，哎，用祝福点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哎，来，我们来点这个加巴的伦德双刀，加巴的伦德双刀，自信之点，跟你拼了！加九的伦德双刀，准备诞生，好不好？准备诞生，真的硬了，来了，九子舞要诞生了，各位观众，加九子舞，看点到都有点心虚。点到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加九子舞即将诞生，自信之点，爽快，今天的台就开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不喜欢，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，啵啵。